等一下哦，我去搜个东西。回来了，等我一下，帮你弄中餐吃。早安，早安，刚去弄中餐。想说边玩边吃啊。有没有人？我本来是想玩刚刚买的游戏啦。我的聊天室怎么？哦，又坏掉了。为什么啊？我去看别人的台，会员就是绿的啊，板手就是蓝的啊。到底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哎，小鱼，哎，哎，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下午好。我已经把几款单机游戏玩完了，没有开台玩。然后我又想说啊，这个还是不要推好了。不，看是看不懂，但是就是自己玩得很开心啊。
早安，早安。看不懂外文不是游戏内容，我临时拿来玩的话，我很难解释，因为剧情已经到后面了。你知道这个？我不知道。二周目很累呢，很累呢。砸自己张都很危险啊，六颗。怎么就留我跟你了？怎么那么残忍？哎、欸，自摸，哎、欸，通得了，哈，呀，推推，同一次，哈内曼，安安，然后今天玩的猪八戒，今天买的一款游戏是那个什么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它也是那种卡牌爬塔类的游戏。它叫我看一下哦、喔，《斗技场的阿丽娜》。哎，这个也是抽卡，然后类似爬塔类的游戏。然后抽卡这个哦、喔，小鱼应该是有兴趣啦，那就想说买来给小鱼。痛痛，然后打掉打掉，金牌耶！啊，那个叫做斗技场的阿丽娜。鱼鳞安安。想说之后买来玩玩看的。
月圆之夜哦，那很久了，那款加清单很久了，但是后来看到好像突然变成褒贬不一之类的，就没有玩。嗨嗨黑糖，嗨黑糖。然后昨天我在尿尿，想到一件事，想到一个画面，就是那谁阿兵不是有画那个吗？OPPO 哎，不，繁星，我这边有两张电影票啊，我不是回说那很好啊，你可以看两次电影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什么？反正就是说 OPPO 可以跟巧克力说，巧，你看我这有两张电影票，然后可能 OPPO 就那个反巧克力就说。好啊，我可以跟你看电影子。哎，换换别人好了，就是说，就宝宝说不要，我要自己一个人看两遍这样子。自从 B4B 把单人能刷的部分想办法把卡点满了，不是啊，你点满又怎么样？啊，你能不能过是另外一回事啊。不是，那卡牌不是还有隐藏成就才能过的？对吧？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が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リーチ、ツモ、ピンフ、ドラ、ドラ。因为那款游戏就没人要玩了啊！他改成那样子，他不再改一些东西吸引人的话，不过来不及了、啊，已经没有，我们就没有动力想要开那款游戏，太烂了。很大包呢，要想一下呢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不是说要换回樱花特效？哦，对啊。嗯，不赶快。他每次说每次忘啊，每次说每次忘。然后刚刚我家人把我的。把我的乐视拿走了，我好不爽哦。啊，开始吃午餐。所以最近跟火鼠六六在 GTA， 那、啊、你跟我提那个干嘛？YT 美同志 ，Hello Hello。
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ツモニャ。嗯，所以在家上课了、哦。奇怪，小鱼没打字，你怎么知道小鱼在？リーチ一発、イーペイコー、ドラニ、マンガン。哎、欸，木木，昨天有人想你耶，我忘记是谁了。昨天是说木木姐不在。谁呀、啊？忘了哎、欸，三个字的吧？哇、哦！谁在跟你国啊？白痴啊！对对对对，自源自源自源。哇，好好。吃饭了吗？正在进行时。但没得吃，现在打牌，地址才能吃，打掉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パン。我听什么？白痴哦。我好坏坏哦。哇，腻了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感谢感谢啊！有机会自己设大三元吗？刚刚看没机会啊，然后手上的牌就是说东跟北啊。嗯，等一下哦，叭叭叭叭叭。安安，下午好，糖宝啦，下午好，感谢朔叶的超级留言。嗯，打完会换人吗？自己抢啊，一直都是自己抢进来的啊。他刚刚不就换过三个人？哎呦，
正常发挥。YT 那个 SC 等半分钟才出现，好慢，真的吗？至少比绿界好吧，绿界最近又故障了。崩哦！按下去，是换换。这个是早上的蛋饼，然后拿着放在电锅里面，都有电锅的味道了啊，味道好臭。你还在考试，我晚上还会开啊。考酷加油。塑胶味不是不是不是。就是好像。怎么说啊，你们有时候吃馒头可能蒸太久还是什么，放在电锅里面蒸太久会有个味道。自洗电锅吗？不是，不是应该给你钱去换电锅，不是应该这样子吗？好，所以木木，你对那个哥哥有意思吗？整个大歪，你不是烧焦味、欸，我还是建议你呢，现在先不要想着谈恋爱啦。真的不要，你这样。他对你有意思哦，那你要跟他说。但是，我每次用这个，之前也跟那个谁讲啊，这个要保密，很难闻。对，那你要跟他说。可是当我男友，我至少要10万订阅，脸皮超厚。我要10万订阅哦！我本来想玩什么游戏？斗技场的阿丽娜，那个还蛮好玩，那个看起来蛮好玩的。我那时候看到评论，就是说好玩，太好玩的东西，问就是要，问就是想买之类的。然后我是觉得它看起来真的还不错。对于环境，对于兔子有心意有什么感觉？客爆啊！问就是买，好吗？阿静买吗？阿静买了哈，优奈也会买吧？卡牌加自走棋，对，有点像。买啊！你又没有抽到，烂死！不是啊，先买啊，对不对？买起来放，阿静安安，哎，没礼貌哦、喔，对我朋友尊重一点哦、喔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好歹人家也是我朋友，哎，尊重一点哦、喔。
我刚当掉换不了牌，没事啊，这就。你跟我道歉没用，你要跟阿静道歉。对，可能台上我会开他玩笑，但私下我还是会跟他道歉，只是他没有发现，我就很不会道歉。没事，你看阿静人多好，多棒。欸，我现在是担心人家说疫情爆发，结果阿尔宙斯的那个游戏片可能会 delay。就是没办法拼首发，然后这件事情又让我连续做了好几天噩梦，就是还剩六天嘛，然后阿尔宙斯如果没有到的话，我又会开始胃痛紧张，有的没的一直出来，应该不会 delay 吧？已经在店里仓库了，就怕啊，我担心啊，因为阿尔宙斯这款游戏也是真的是我不啊 Switch 嘛，我除了动身另外一个游戏片就是真传啊。那现在因为之前动身也没有拼过首发，对啊，因为卡过年啊，就是过年这个原因啊，我就很怕啊，紧张到胃痛。就，哎，如果等一下，哦，没事，我想说，如果等一下碰了这一张，干，碰了这一张，那我是不是要打掉这一张？哦耶，也不会正停，那还。嗯，还是要打掉这一张。我们贪心一点，打掉这一张，拼这一张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也可以打六万啊，我知道啊，我就是打这张拼这张啊，贪心一点啊。你要进来杀人，我刚大三元呢，你想一下。有吗？天牌。哦，我第一次碰到完全没字牌的状况耶。然后字来了。出水面翻滚三圈下潜，你就在刷存在感啊，然后要木木咬你啊，然后就把它编了。你是不是傲娇？你们就可以打个大家早安之类的，然后浮出来打个钱，臭傲娇。
突然想到光遇啊，房子碰到外挂的方法就是我们八人成行，我们八人组队前往木土。而且木木啊，那个哥哥只是因为玩鹅鸭杀对你有意思，我觉得这个啊，因为昨天你不在，我们都在分析，就分析说那个哥哥他是挑角度，然后挑角度有拍，会挑角度拍照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不行，这个很危险。为什么危险呢？你看哦，他会拿捏那个黄金45度角，然后而且拍照是拍侧那个，他不是拍侧脸，他是拍左半边的脸，另外一半边在荧幕外面，相机的外面。我都说这个人不行，这个人不行，这个很危险。捷运安安，荒域什么外挂？要什么外挂？就龙啊！我刚刚看到社群里面、社团里面有人就是说什么征求什么什么的，因为遇到外挂，应该是被龙撞吧？没办法把花弄没了，那我们就去弄花，对不对？他之前有发全脸给我。欸，那他更危险了。欸，他想干什么？他知道你未成年吧？我也很危险啊。是你没存。哎呦，你也很挑外表的嘛。反正你就跟他说，我们现在还是学生，应该要做的就是好好念书，用功向上，回报国家这样子。我们要好好念书啊，回报国家，这才是我们现在学生该做的事情。好欸，八人，对啊，你要犯罪没有啦？我只说我也是坏人啊，我要犯什么罪？神父，我有罪。哎呦，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你的牌，这个吗？不是。文老头，快点啊，你是不是要这张？我说那个哥哥，我就觉得他很恐怖啊，而且是玩鹅鸭杀而已，这个很奇怪的游戏，而不是什么线上游戏哦，他就只是玩那个鹅鸭杀而已，然后就跟一个小妹妹告白。你不觉得就很有鬼吗？我没啊，你要这样说，你这样子，你越是这样讲，他搞不好你越吸引他。不行，我们要用功读书。鹅鸭杀只是我休息时候在玩的那个解压的游戏，不该在游戏上谈恋爱什么之类的。遇过很多次，不是啊，那款游戏就那么少，就真的。有在玩的就那几间房间而已啊！我那时候跟小雨打开，每次都是撞到泰国房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立即，棒！碰啊！再碰啊！快点，再碰！所以你没有泰国鸭？对啊，就是卡什么东西讲一大堆，然后全程都一直在狂笑，真的听不懂在干嘛哎、欸。
这全程一直叫。你就玩泰国房。那里面就是各国语言在讲话吗？你知道我那时候一看到尸体，我没有拍桌，我是马上跑掉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说我看到尸体了，然后他们可能觉得他在讲什么语言啊什么之类的，先把他飘出去，因为他们玩的时候是全程是狂笑，根本在聊天，就怎么莫名其妙就有人被飘出去了。要是有外语的话，就会叫房主低调。对啊，所以我就不讲话啊，看到尸体先跑掉啊。要不就是跟我玩啦，我会帮你翻译。我帮你翻译干嘛啊？如果你死掉了，我怎么翻译啊？等你传没有给我这样子吗？是，而且我如果开台玩鹅鸭杀的话，避免不了被 ghost 的我那个啊问题啊，懂吗？虽然今天是15人，10人房好了，真的不看台的有几个，对不对？而且又不是跟干爹玩的，是跟那个观众玩哦，避免不了啊。不是我教你泰语，不用。我现在应该要学的是英语好吗？我学什么泰语啊？那你可以教我泰语的我爱你吗？今日の不幸は別の人に降りかかったな。好了，换回樱花了。刚刚谁没有离开？冠良，狐狸啊，好，出发。那我教你英语，不用英语我会。I love you 啊！再念一次 ，I love you。萨瓦迪，还是萨瓦迪卡哪是啊？想骗我？萨瓦鲁斗我知道啦，萨瓦迪卡我不知道。什么东西？安拉特吗？安拉特吗？吗？刚刚怪怪。安拉特，真的假的？安拉特，来，各位跟着我念一次。告白就讲这句话哦。萨瓦迪卡是你啊，我知道啊。吐司，吐司是什么意思？我记得吐司有另外一个意思吧，还是面包？我觉得在泰国那边，吐司跟面包好像有不同的意思。安拉特哦，哇！哈！而且你要教我不是教英语吧，小鱼，你要教我广东话啊。那广东话的我爱你勒。黑凤雷啊，对，我想起来是黑凤雷。反正我在想什么。啊，那是喜欢你。啊我爱你怎么讲？你在打什么啦？看不懂啦！聊天室有谁看得懂他打什么啦？啊，我可以 Google 翻译对不对？我去翻译一下。Chanrakter，Chanrakter， 哦，会了 ，Chanrakter，Chanrakter，Chanrakter，
Water， 就我爱你啊！哇，好害羞哦，你怎么这样对我说？你女朋友该不会生气吧？像我最懂哥哥，惨拉特。有啊，我跑去 Google 翻译啊。这是什么语言学习台吗？是啊，就刚好聊到啊。惨拉特，惨拉特，英文讲嘞。Chan Rack Sex。Chan Right， 中文。Chan Rack Sex。惨拉特。乖乖的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是台湾台东，就是说国语的面包，在泰国那边是叫念什么？不是不是泰国的面包，是台湾的面包发音。那在泰国那边是什么意思？浓邦，广东话的我爱你，最后一个字是雷，剩下两个字能用中文本哦。最后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还是我可以去找一下。什么牌啦？满贯呢？什么牌啊？满贯呢？等一下哦、喔。太太太。咚，打不咚，哆啦。哎，没有粤语哎。他这边没有粤语可以找哎。卡农邦，卡农邦，卡卡卡卡卡，七，你说偶爱雷哦，还是什么？不会啦。二声卡，对啊，浓啊。二声不是往上吗？光白痴哦，你在干嘛？我的粤语是哦哦，北七，好香哦！刚刚是村民在唱歌吗？我村民在唱歌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卡农棒棒棒棒哦。又三声二声的音都很像村民在干。哪个啊？哈哈哈哈哈哈。O I 怎么念呢、啊、？O I， 英文 ，O O I Ray 这样子，再缓缓。
啊，这样就没一杯口哭啊。奶奶，你说念奶吗？卡农邦，不要不要了，好，够了够了。感谢小雪的两个月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等一下，我忘记刚刚我爱你怎么念了。灿拉特，灿拉特。好了，我们台语，我不是台语，泰语教室结束了，我要吃东西了。小雪，泰国的我爱你叫 Tanater 哦，超没意义。你们跟人家告白，不是讲 I love you， 是讲 Tanater。那是鹦鹉的叫声吗？对啊。你不是不知道吗？你不是你不应该知道吗？嗯，那是什么？泰语的我爱你啊。繁星教泰语哦？没有啦，是聊天室有人在泰国念书啦。啊，稍早在聊那个感情的问题。然后就请他顺便教我我爱你怎么讲，他七个月就成色了，加油加油，要死了要死了。就那个木木小妹妹啊，她是我聊天室的半个网红，欸，全世界都知道她想谈恋爱哟。又死了！哎，狐狸不能放水哦，结束就是结束了哦。我家人原本过世，不过还有养一只，两只一样的品种，但是有一只在自己玩的时候，啊，你线是不是用棉线呐？我有一次下那个也是用棉线绑着玩具，结果他在玩的过程中就是勒到脖子。那时候我下班，就是我是下班刚好看到他就是被线缠住，我那时候吓到很紧张，然后马上剪刀把那个就是线给剪掉，然后他那时候就很可怜，一直在我旁边，好像快死掉一样。我那时候吓到，后来他就是整个变得超黏我，但现在不黏我了啦。现在手伸进去会对我胀毛，然后就是凶一下之后再靠过来让我摸。他照 ，Later， 没爱了，没爱了，对啊。需要再缠一次，不行啊，白痴哦，很危险呢。咬到脱线哦，哇！啦，不是哦，就跟你讲，聊天室的字很小，你不能怪我看不到什么之类的啊。其实就是傲娇，没有哎，他其实也养八年九年了哎，养很久嘞。我还没做实况的时候就养他了啊。嗯，
对，我还没做实况的时候就养他，然后那时候是陆续认识菜渣他们。薯条啊，啊，钱钱跟另外那两个，那两个名字好像被我爸就是命名为恭喜跟发财，我觉得很难听哎，我怎么取恭喜发财啊？真的很难听哎。那为什么我小时候名字不叫发财或恭喜，我叫恭喜，我弟叫发财啊，对不对？也知道难听啊，还取这种名字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说他的意思是这样叫他们，他们就以为自己叫恭喜跟发财，就跟着叫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我就说啊，你又不常放人家出来跑一跑玩一玩，跟人家玩，只关在笼子里面一直喊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啊，当然不会讲话啊。养鱼也是学问欸。水温啊，水的品质啊，含氧量什么东西都要顾欸。之前不懂，想要鱼带回来直接放下去，结果每次放回来不养不到一两天就死了，因为好像要先养水嘛，就是水要先放那边，然后养个七天，五到七天。如果你直接用自来水或是地下水直接，可是我家是地下水啊，应该没这问题啊。吃鱼很多学问，没事，吃虾也是。我不吃虾，那剥好的吃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カン。ズボ、ナイス。我死了。好，结束了。没注意到血量，我还在做梦，我还在做梦啊！短期突撃は。是不是有点回音？你是不是开了两个频道？你是不是看了两次的我？感谢感谢。你的无柄，你不看看我？你不是在看看我吗？我的死状很惨欸。终于什么啊，你又不是没跟我打过。终于啊。你做啊，蜜饯果干吗？会挑欸，像那个什么芒果干，我就不太爱吃。然后我给布布吃，布布也不吃。ミスでしたか。惨了，你更饿了。你自己打出来的，自己饿，你不能怪我啊。阳光果果，那是什么啊？
裤子可以吃芒果吗？可以啊，就是其实都可以吃，就是不能过量，很容易肥。果干的话很容易肥啊啊，那个什么水果的话少一点，因为容易蛀牙。他们家的果干吃了会上瘾，不知道欸，自己买的可能不会上瘾，可能要人家送吧。可能别人送的果干才会上瘾吧。啊，自己买的可能不会上瘾。兔子可以吃酸呀，可以啊。就是你不能给他吃人吃的酸呀，因为人吃上面也会撒一些糖粉还是什么，糖不是糖粉是糖。兔子吃芒果干嘛？你们怀疑哦？是我不会养兔子了吗？你变酸呀、啊？是酸呀、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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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今天下午玩太多密室逃，密室逃都玩太多，什么意思？你是参加很多场密室逃脱？你很小鸡鸡耶。我要开始规定不能和一番的哦。又欢安，我小鸡鸡，不用回收吧？不要回收，我真的不喜欢人家回收讯息。你快没得听，那就不要听好吗？我昨天就讲了，我昨天你知道我昨天只有一排，那时候也是一排发的时候，我想说怎么办？我不想合牌，好丑，我的牌好丑哦。没有啦，就是尤其是赖群呢、啊，就赖群赖啦，就打一打，突然回收讯息，我又忘记对方打什么东西，啊又回收。就觉得很不爽。我觉得怪怪的，打了两次安安，可是我没看到欸。电脑上玩密室逃脱，你是说你被锁在家里面，先被锁到房间，然后再来是被锁在客厅，以此类推吗？ミスでしたか。妈的，谁再给我回收试试看，我就关台。你们可以打等于等于，我还好啊。你回收讯息我就很不爽。真的啦。修蛋几嘞？怎么了？要修蛋怎么？可是打等于等于被打，对啊，
打等于等于会被 ban 啊，可是你打不行，至少要两番。阿娜你很皮哦，人妻你很皮哦，人妻姐姐你很皮哦，啊，人妻妹妹姐姐，你被吃留言了，没事没事。今天要过两番哦，没有啦，我觉得很丑而已，我觉得牌很丑。被你叫姐姐，我去跳楼。阿娜姐姐。去阳台去，没有啦，那时候看到蜡笔小新有一集啊，他就是喜欢的一个女生嘛，然后把鞋子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就是踢鞋子，然后踢到人家玻璃上，然后那个美牙就跟他说，你还是死心吧，人家已经是有三个小孩的了。然后小新一开始很沮丧，后来又笑了说，人妻也不错哦。我也很皮，我一直都很皮啊，干狐狸，我要关台了，大家拜拜。这一局结束后我们就结束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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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，大家拜拜。错字删掉，我管你哦，错字，错字给他错下去啊，又不会怎样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我们要关台了。你才刚来。你要怪狐狸啊，哇，发财没了。トイトイドラニドラ。ハネマン。什么？啊。我本来以为今天可以十二点准时下班，结果老板放。才没多久欸，我也才刚开台欸，哦好巧哦，怎么这样子，咋回事啊，修罗之战合了之后有宝牌有算吗，什么意思，欸不要闹，你是说宝牌也算一番啊，你就 有本事就是发那个、啊、三个发加一个宝牌啊，凯梦是没了，一不要吧，又很丑欸，然后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才八张，还行还行还行，欸对你按投降，按投降现在就是不行，我现在还是输的，要好看一点。我摸在你的身后，守候的我。女盒之前宝牌要先翻出来才算。哦，你是问这个哦？对，你要杠了之后，左上角的牌才会先出来。你要杠了之后啊，哎，找不到，
呼呼呼呼呼。第几？卡农西明。感谢各位参加2022年1月22号下午3点38分的观台告别仪式，谢谢大家，今天下午台就到这边了，讲的跟不错一样，感谢各位今天下午的收看啊，这什么牌啦，安诺出去了啦，完了要正厅了啦，反正要正厅了啦，对啊，告别式，今天能观台我们全靠狐狸了，感谢各位拍手，狐狸看 DC， 我要看 DC， DC 怎么了？哇，狐狸！自摸！我要贴一张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哇 ，DC 群好嗨哦！我还没看过大家这么团结过的一次。被繁星骗了？没有啊，真的要关台了。我刚刚有说过啊，天牌，リーチ一発ピンフ弾矢をドラ、マンガン。哇哦，お願い。お願い。完台了吗？最后一曲啊，打完啊。嗨，阿杯，你他妈要这样过？一二三，四张。抢了三次没抢到就要关了，哭了，拜托，有人抢了好几天都没抢到也要哭了好吗？一二三四五六张咯。DC 发生什么事情？那个狐狸的告别式，欢迎来到狐狸的告别式啊，狐狸就到做到今天了，
刚刚不该打掉这个的，哎，可以回来吗？你不是应该要贴这个吗？你不是应该要贴这个吗？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哇，看到了，你说 DC 吗？嗯，因为他关台，我常常因为粉丝啊，为了粉丝关台啊，有些是什么看台不睡觉啊，有些是看台不读书啊，我就为了他们啊，为了他们关台。哦，没事啦，喝不了了，没事啦。喝不了了啦，你看透了他的，你这是截图吧？然后怎么突然蹦出这么大张的？东风可以丢了，舍不得。一般人相手の時は好了，感谢各位。大家下午好，好啦，继续开。准备了，我们刚刚关过台了，现在再重新开。我们开到，我们可以直接再玩一局，开两个小时。不对，两个小时要到三点半，要四点半。啊，97482。哎，怎么时间过那么慢？才一个小时十四分哦。哎，这三个都陌生面孔哎，这三个是谁？聊天室打一下字。福建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没有，如果真的关台的话，狐狸要哭了哦。只是我晚点真的要关台，我要去跑一下光遇季节开始每天要跑任务了，好累。大家下午好，你关雀我了，我无缝接轨关台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哎，不是哎，他怎么突然是宝牌？嗨木木，怎么一张我被击飞的截图？怎么了吗？
我记得那一张截图好像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泰文吧。哇，我刚重新开台了，木木。哎，屁啦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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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机会不属于我。叫太大声了，我侄女说贝贝在楼上叫了。什么东西？我只属于你。任时光匆匆流去。哇，飞了哦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老板现在在 DC 处刑，自制那只不听话的狐狸。贝贝，什么贝贝？阿贝的贝，就是大伯二伯那个伯。他说贝贝在楼上叫。最后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大披风吗？对啊，我是在朝那个有袖子的披风前进。我现在是往那个袖子那边走。嗯，我上线点个灯哈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你们要吗？
我刚想要混老头哎、欸。可惜了，犹豫太久了。而且很不乖的在玩光晕，哪次不要，这一次吧。一开台就大三元了，没事，我刚刚开台也大三元过一次，你问他们，我刚刚也是开台大三元，这次开台又大三元，哇，怎么那么棒啊？刚讲出来他们不打怎么办？刚刚也很难治啊，刚两个难。掉出来！他们拆牌了没有？没有，确定。没有水晶球那一张，我觉得这张还好哎、欸，所以我就没有拿来用了。啊，还是你们觉得很常用到啊？零七，哎，会动哎、欸！这牌好猛哦、喔，这牌好猛啊，变小了。
啊，这张会动耶。不好意思，我在看 DC， 有卡维拿锤子在敲东西的图，一对，这吗？北七。我每次天气一冷吧，就是我脸上那个啊，那个开刀的地方就会变得很痒，然后就会不小心去就是戳它碰它，然后就是感觉是伤口那边就是就开始有流血之类的，啊，忘记吃东西。哇哦！你三张在这只诶，三张在这边诶。四点了。不要贪心，不要贪心，不要贪心。留不得，留不得。今天有要当司机吗？有光遇人吗？光遇人。啊，算了，晚点跑好了，再专心一点。嗯嗯嗯嗯嗯嗯。反正不急。我现在比较讨厌是每日任务，有些地图不熟。看攻略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。李锦，狐狸，你这什么牌？一二三，哇，可怜呐，可怜呐。可怜呐！嗯，ごめん。このカードうちがもらいます。啊，你怎么就这样子关合牌了？干嘛七对子哦？你要杀人，快点叫警察伯伯，这边有人要杀人，打电话。我没有打电话那招，我对我有用啊。
看一下哈，谁开台？团团，团团今天开什么？开完了吗？还没。嗯。有开到四点半哦，四点半就两小时了，休息一下，晚点再，晚点再来玩。ドラさん。投げかなくても良い。感谢三位，谢谢。哇！你杀人了！无名竟然杀人了！晚点可以抢吗？你说可以再抢吗？你要确定我晚点是玩雀魂呢、欸？搞到是玩麦块啊！他们刚在 A 我知道，可是对啊，晚点再说啦，也可能不开台啊，晚点爬塔就可能爬塔七招七招泰瑞红灯挨蛋吗？好的，嘉欣嘛，啊嘉轩嘛，对不起，每次叫嘉欣哦，我很抱歉，I'm so sorry。Wilson，I'm so sorry。你等我一下哦，点个任务。木土红蜡，不要木土，任务在木土。嘉轩，哎，无法进入你朋友的世界，满了，满了。你那边满了，你要不要回来再过去？因为我见不得别人好，没事。你的遗愿由我来继承，好吗，小贝贝？你当然裹，你裹你个头啦，你裹。无法进入你朋友的哦，你来了六七第几哦？第几哦？
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看到撤回又要关台了吗？哎、欸，不要再撤回了好不好？求你了。天牌。还是我把撤回改在台规上。红一次。リーチ、ビーフ、ドラ。海龟就是说不能撤回，这样子。不要撤回消息，等人把你撤。突然想吃天妇罗。你说台式天妇罗还是日式天妇罗？哦、これだ。阿贝。阿贝，阿贝出来看上帝。感谢菜鸟无名跟 PP， 谢谢。你是看到国师，第一个就是叫阿贝，我对你很好吧？看到国事都要与你分享耶。谢谢柴鸟，连续惨了两天。欸，嘉轩，沉船那边还有一个我没有吃到，还有火没吃到。沉船的那个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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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金色旁边。啊、哦，好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！感谢嘉轩。嗯，阿贝，阿贝，小贝贝，我、哦、叫你小贝贝，好爽，好爽哦！一样继续潜水平台，好，谢谢欧元吧。嗯，没有啦，阿贝一定国士无双也合很多啊。啊啊！啊，打错！
啊、哦，打错啦！黑碰碰虎的，算了。文一色不好吗？小三元不好吗？欸，这杠下去就我竟然不绿吗？不要，每次做绿都被打醒，头很痛。谢谢各位赐教，知道了，这世界是冰冷的。不会啦，感谢加藤优一的超级留言，是温暖的好吗？你还没有体验到而已。你看，这世界是残酷寒冷的，没事，但还是会有一丝丝的光芒。太明显了，没人敢打，就不要我自摸到哦，小心一点哦，不要让我摸到哦。应该很难啦。有不可能有人拿三张。没事啊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遊戏而已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角。可恶，被逃掉！哎，没有。不用怕，看看啊。你尊重他，他就会来。你看，世界还是温暖的吧？哇，你拿了两张啊！哇，你好狠啊！初、中、下、トイトイ、小三元、本一、ドラ三。哦，好长哦，好好听哦。幸好你走了，幸好你走得快。我要丢的他，哎，干没得丢啦！哎呦，我丢哪张？什么国？白痴才国！叫很爽，欸，超爽的啊。
回家吗？所以很怕听台，就是听到我看人家看聊天室，或是听我讲话。进来吧，你丢什么我接什么来。碰。你刚刚笑太大声了，没事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你怎么可以跑？你怎么跑掉了？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抢跑啊！哈，下去，好小、哦，8000块的自遗色，8000块的自遗色。8000块的溢满啊！可恶，可恶。不好玩，我要给差评。人太少的关系吗？就没人分？没有，他没放枪啊，没办法、啊。啊，这牌好丑。你说我小的，给我过来。我来了，靠腰，你除外好不好？你除外，有带把的除外，好吧。欸，这牌真的不好看呢，可能有附肉，没有啊？自己设的，一满牌不看附肉啊。啊，至少有合牌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那我呢？你给我来，人妻吗？没关系，你我相信你看的也多了，来，来看看是我的大还是我的年纪大，还是你老公年纪大？嗨阿兵。打给我碰一下，碰了吗？来看一下哦，番数达成是41色，四个。1、2、3。要先翻是不是？我先。弄。
嘉轩再不跑要被撞烂啊！嘉轩，看，狼呀！哇，好狠，好狠！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我刚刚是多久啊？记录一下哦。开场啊，三。三四一哎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你要什么啊？緊張してないぞ。哇，好可惜呀、啊！都不能怪我，我立直了。这一桌真的好凶哦，好恐怖哦！不哭不哭，不哭不哭，不要难过。这一桌凶，很凶。气，我被加。气，哎、欸，你找错先祖了吗？我回顾了吗？回顾什么？没有，先祖还没有看到。回顾先祖还没干当机，可是哦，没事吧？我看你没有闪电撞，哎，还是我等你。我要等你吗？哦，你好了。哦，要我去点亮他是不是？我懂意思，我懂意思。哎、欸，是吗？是叫我点亮他吗？对对哦，哦好，不是这个先祖吧？他吗？哦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白痴哦，随便一个相遇就好了啦，哎呀，力气。啊，我的报应是不是？我还好，被你飞满满。阿鲁米也很强，好吗？他送人家机票的人呢、欸？咋回顾先祖？没有啦，今天的任务啊。
今日的任务有几场，这是最后一场了，最后要烧哦，懂了懂了，谢谢阿兵哦，现在改了哦，难怪我昨天想说怎么那个时候的任务过不了。哎、欸，我动不了，等一下哦。龙，顶上，没中。哦、我赔了4000块，不，有人场外试探客，我看一下。谁飞哦？哇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好可惜没飞到，你说我吗？还是他？干嘛那么凶？没了啦，好啦，那个谁，这是谁？空宇拜拜，然后幻梦拜拜，然后不会念 ZNF， 你这名字是乱打的吧？拜拜，不会打吗？拜拜，没有打了啦，没有打啦，我们已经打2小时了，剩下下次再说。我今天才看到有人讲，因为昨天回顾一个先祖，哎、欸，前天呐、啊，那时候那个谁，那个什么祭，深渊祭开始的时候，那时候说回顾先祖，就那时候是摸半天摸不到，就要解任务才结束了，可以撤回了，我要用 Benny 了，我要用 Benny 了，我要用 Benny 了，你再不在这个台打字了哦。啊！解锁要抖那个红色的超级留言哦、喔，想牌就拜拜，我又上线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今天没有了，今天没有，好累哦、喔，啊，不是观战啊，点错了，嗯，牌谱，这场叫做神仙打架，可以吧？来看一下神仙打架，哎，这个很可惜耶！你看阿兵，我的牌多好，这边两张白板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不是这一场哎、欸，啊是上一场啦，啊是上一场，上一场才是。哇，每次听音效都觉得好好听哦、喔。还有这边他们怂恿我要赶快换掉，太明显，说太明显了。
南风丢出来给我嘛，空那么久。你南风为什么不给我？自己射欸，才不要，给一下。你到馒头了，好，然后再来是对家，我们看对家的视角，来来来来来，嘉轩等我一下、哦、我找不到你。我调后面一点好了。这边。他如果留红中的话就好了欸，应该是吧，我记得他摸到两个红中，我之后打出一个红中，是吗？不是啊、哦、对啊，啊可惜欸，是我的话我也不会留红中啦、啊、谁知道红中在谁那边，欸、好可惜哟、哦！哎，再看回我们的视角，讲快点啊，信！哦，对吼，小四喜自己射，对啦。哎、欸，这场是干嘛的？这场没干嘛。好，这场没了。我找到嘉轩了，然后我看一下哦、喔，今天22号，哈，开局送神装，不是这一场，不是，不是，哦，这一场，耶，精彩回顾。欸、很香欸，看到整个是大叫欸，欸欸欸，差我一个炉子了，醉啦，完美的啦，馒头大三元确认，可怜，3100刚好少1000，就这样死了。第三 game， 好啦，希望大家喜欢下午开两次台的啊收看。好啦，晚点再来，看是雀魂还是另外一款游戏，因为我先看看他们晚点有没有揪要玩什么，没有的话再来自己玩啊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晚安晚安，辛苦啦，开两次台哦，好累哦，妈，你们再给我回收试试看啊，不然就是回收，我就 ban 他个300秒。
哎、欸，不要想被 ban 就故意回收，这是真的是挑战我，搞不好永 ban 都不知道。就这样啦、啊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哎、欸，云云，你问号不要打太多。